作战现在开始。行动代码 Love Love。妹妹，有事会不会后悔哦？我嘛是较担心啦。你安尼讲哦，我应该甲你送去白色检查哦。喂！就是安尼，恁两个呀，爱行又回，宋丹青跟林子晟唔才会当又回。好啊，子彤，我拢听无你咧讲啥咧？恁这个人头壳也无弄着啊，啥怎拢比我这个白人佫较戆啊？简单来讲。就是哦，要让阿姨松懈心防，降低怀疑，让伊真正相信林子晟跟廖凯宏啊是一对的。我就会用这做暗号，咱四个人做伙出去耍，那恁你跟林子晟都有机会单独相处、单独约会啊。结束了后，我甲丹青哦回家，啊恁两个人嘛各自回家，天衣无缝。不过，那阿姨今嘛无伫个啊。这是在事先布局的啊，安尼阿姨唔才袂去怀疑。阿姨去买菜，今嘛嘛差不多要回来啊。那呢，我甲丹青先出去，啊，恁两个人哦，就伫只看书办书。哎，对啊，我看到阿姨的时阵，我会敲电话给恁，响三声就挂断。啊，恁就硬要阿姨看哦。等下，迄门哦，我会完全关起来。奶奶的表示，廖凯宏一来哦，恁两个人的天雷勾动地火。林子彤，好了，这林子彤，虽然你的步骤有淡薄仔跳痛，啊，不过我是真感谢你为着cover我甲子晟做遮尼济。唔知影是安怎，伫咧我的心内哦是非常唔望恁两个人会当有好结果诶，莫有人阻挡嘛，莫有人迫害。恁两个是咧讲啥物步骤？是安怎？无啦，可能是我听唔对啊。呀，咱去遐坐，咱阿姨倒来，计划一定要成功。阿姨倒来，妈，啊，恁两个奈伫个家，唔是要食火锅？阿姨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那廖凯宏哦，会喊林子晟来看我，伊到底要甲伊勾勾滴？我想讲，伊进前甲我斗三工足济，都予因一寡机会相处。真是的哦。是啊是啊，阿妈，啊你嘛知影子彤即摆状况有较特别，所以我就想顺应伊，咱就伫遮小等一下。你看，我甲阿姨的心态抓到准准准，伊无亲目睭看到，伊袂相信呢。阿姨，你连机会拢莫给廖凯宏哦。无啦，啊我倒买吧，啊即摆天气遮尔啊热，无紧冰起来也歹去啦。你毋是讲要用卡电话做暗号？等下再卡。还太明了准啊！
璇哦，你给掉你，丽娜姐，别不了，你。哎呦，啊，恁两个哪会这么好大胆啦？哦，迄子彤跟我讲哦，凯虹会出来歌词声，我阁无啥相信嘞。啊，恁两个安尼光头白日，哦，你看你家老夫人拢惊着啊啦。凯虹的歌词声。原来这都是拄只丹青讲的暗号的步数，这石头啊实在真够当歪脑筋。哎呦，歪头壳！哎呦，阿妈，代志不是你看到安尼啦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我袂听你解释啦，我无得认真啦，我即马无想要看到因两个呀，你紧叫人出去啦。老夫人，你莫激动啦。公公，阿妈已经知影。哎呀，我真正冻袂住啦！美华，我快看到因两个，紧叫伊出去啦！哎呦，啊有听到无？紧出去，紧出去啦！老夫人，我来顾着好啊啦。妈，你敢真正无代志啊？有滴，我才有代志，去走。男的，我先来。哎呦喂！老夫人啊，我找你来叫医生看。妹，拄才好想过刺激，我休息，你泡一杯茶好啊，好啊。好啦，我来。我你先加茶，我来泡茶哈。哎呦！我来泡茶了哈。希望有甲此生因搭上工程。王医生，哪会啦？那么大人大病啊，就变小哎。有啥物好变小的？行啦，那就动作哦，身体细汉的时阵啊。你会介意这种款式的衫啊？但是这跟你平常时的穿潮的不同款啊。那我哥今天就素颜呢。行啦，我要去试试看卖。啊，你不是讲今仔日要做囡仔做的代志，所以我就跟囡仔同款啊。手机你嘛挂，头机你嘛掀啊。你要做我负责啊！我搞考虑者。哇，几千年花。
这四爷呢？受伤啊！恁姐妹哦，比直男搁较会穿搭，阿兰公嘛较早起那较受伤，你感觉怎样子？我感觉真好啊，正适合你。不过我感觉你穿起来有点太少女了，好像在装可爱。没啊，你穿安尼真正足好看嘞！我相信你后来无人就是看到你是干安尼，因的目光，你无法度为你的身躯顶刷过。不啦，人我的意思是讲，连我看到我拢想要买一件。你是做大只穿袂落啦？是讲你比我搁较妖娇，我在家你穿起来比我搁较水。无，既然你这样介意，安尼咱就买落来，我送你。麻烦你替我提一件新的。好。真好，你要买来送我。当然啦、啊，你拢这样好，要介绍对象好啊，我当然要给你回礼啊。那呢，我就先谢谢你咯。不客气。耶，子彤，你后边那点无有好势？啊，我拄只后救一半都救袂着啊，我得甲我后救起来。哇，对啊，最好无别人啊，你得给我倒救一下啊。无你等一下，我叫店员来倒三缸。免啦，大家姐妹，你是在家摇啥？快紧嘞，给我救起来。我哪有家救啦？那无你上好啊，紧给我救起来啊。足好看的呢，咱的公公哦，真正是足型的。啊，系啊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内面红红，啊，佫规身孤寒，你身体无爽快哦？无啦。一定是今仔日天气伤过热啦。子彤，你一看呢，真正足好看的。以后你有加买这款衫啊，卖佫一件乌妈妈。我嘛无介意穿到乌妈妈，啊，不过我的衫橱内底拢是这款色的衫。安尼，我就有理由加买几领，我搁去试穿。